高小浪上学记划船比赛第一届师生划船比赛正式开始，我们一定要赢，只要我力气够大就没有人追得上我们，先走一步喽。大力出奇迹，我也会。好厉害，不好，星拱们追上来了。别慌，根据水流和风向以及船的速度计算，我们会在前面那块石头那里甩掉他们，就是现在。数学老师好厉害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大家往后滑，你们该不会怕了吧。有了这个弹射装置，只要滑得越用力，船就能弹得越远。有了，杰西卡老师，我刚刚看见哈德了，偷偷把作业放水里，他肯定是想找借口不做作业。好笑，居然触发了杰西卡老师的狂暴模式，我快顶不住了。不就是助推吗？这个我说。真是狠人呐！游泳老师，坑你了。蛙泳、仰泳、自由泳，全速前进！开挂我也会，知道我为什么叫哈小浪吗？因为我浪得飞起。星狗大战老鼠，零食大会启动！居然敢在我面前吃零食，简直太嚣张了！你先去偷零食。我早就料到会有老鼠来捣乱，所以把我家猫咪带来了。阿花，以多欺少，我也会。三句话就气了，蚂蚁们，快跑！也太离谱了，真是把你家祖宗十八代都害来了呀！不要流传，这些零食请你们尽情享用吧。算你识相。好臭啊！这可是茶圆圆专属的臭豆腐薯片，除了它以外，不用吃一口就会被臭晕，还有谁？哼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是时候请出我的肌肉鼠了。什么肌肉鼠？这明明就是袋鼠啊！袋鼠也是鼠，我服！放开我的朋友，你的对手是我！哼，好大的口气，太过隐藏！只要喝了这瓶药水，我就能变身成为远古猛兽，颤抖吧！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开挂了哇！终于赶上零食会了！叔叔我呀，终究是变成薯片了！完美的演出，这次的文艺汇演，我们班有备而来，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班。老师不好了，我们被堵在路上了。下一个就能动我的班了，这下完了。既然这样，只能让墨鱼儿代替他们表演了。哇，可是我连演出服装都没有啊。这个简单，有我在，任何材料都能做成裙子。哇，好漂亮啊。不对，这是我刚写完的卷子啊。喂，表演时间到，墨鱼儿靠你了。可是我不会跳舞啊。怎么回事？没想到吧，我可是耍墨鱼的一把好手。芭蕾舞、拉丁舞、即兴舞。不好，手不断了。别慌，有我。居然还有双人舞，你们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。杰西卡老师，我们来了。哎呦，你们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？算不来，算不来，这下肯定又搞砸了。有了，校长，你看好了，我们这就叫做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不、哦，精彩，实在太精彩了。课堂大抽问，接下来我要抽一位同学起来回答。别叫我，别叫我。
这个问题。老师，你教的是这个会冲锋的，还是这个会冲锋的？是我的，不是，还是我的？我是我的，停停，这次就先不冲你了。王小诗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叫的是王小诗，和我诗公子有什么关系？别太离谱。既然叫名字不行，那就请全班最白的同学起来回答。全班最白的就是杨白白了，我就不信抽不到他起来。杨白白，你怎么变成杨黑黑了？我最近每天都边锻炼边晒日光浴，全班最白的人已经不是我了哟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出绝招了。接下来请我们班最聪明机智、英俊帅气的同学来回答问题。聪明机智，是我。英俊帅气，老师明明教的是我。这道题我选 A。 不对，我选 B。 这明明就是一道判断题。有说，没想到柴圆圆这么懂事，竟然愿意主动起来回答问题。你误会了老师，我举手是想去厕所。不，我憋不住了。你们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呀？周一综合战，同学们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师，大家都得了周一综合症，一点精神都没有啊。原来如此，那就让我来帮大家提起精神吧。大鸡腿，小吃货，看我的天女散花。这可是晒足9981天的珍藏版零食，就不信你不行。有好吃的。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喂，不好，这个手串要藏到桌子上了。手吧，老师，周一实在是没劲啊。呵呵，没劲，来试试我的低斯高挂阵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大家一起嗨起来。小心，别太离谱，怎么一碰枕头又睡回去了？同学们，上体育课去了。是吧，平衡上体育课也太谨慎了吧。节省时间大作战。现在才早上6点钟，你们怎么又来教室了？老师，你说让我们抓紧时间学习，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直接在教室睡觉，把回家路上的时间省下来。那你头上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发明的植物进食器，能像植物一样吸收阳光和水，省下吃饭的时间，都够我做10套卷子了。不愧是学霸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老师，你也想上厕所吗？为什么教室里会有厕所？每次上厕所都要跑去外面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有了这个移动厕所，就能节省时间，多背几个单词了。WC 厕所，厕所。果然是一个有味道的单词。楚小刀，你怎么把眼皮撑起来？困了还是赶紧睡觉吧。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这是在节省时间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每天眨眼1万次，每眨一次眼就有0.3秒不能看书。只要我把眼皮撑起来不眨眼，一天就能多看3000秒的书。那也得劳逸结合啊！你看，柯小平都在睡觉。老师，这个是 VR 学习眼罩，可以让我在梦里学习，睡觉的时间也不浪费。好，小浪，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学习，你怎么还在看漫画？表面上我在看漫画，其实我是为了节省时间呢。如果漫画没看完，就无法专心学习，所以只要我把漫画赶紧看完，就能节省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了。你可真是个人才呀。